你施主，我给你送茶来了。哎呀，我给你送茶来了。盘点被玩坏的影视经典配音。你开那么快，是要赶着见晴儿吗？晴儿，就是那个老佛爷身边的大红人啊！你们不是还一起看星星、看月亮？我什么时候陪他看过星星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放开我，给人看见不好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你愿意跟我共度一生吗？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大王，来抓我们呀！想我吗？不想。那有没有什么悄悄话要跟我说？有一句。是什么？那句不想是假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快要成为我的妻子了。云少爷，你不要这样，当心有人看见了。公子，你可以不必再叫我云少爷了，你该喊我的名字啊。我一时还改不了口。我要听你喊我的名字，喊我的名字。我金云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给你我的附属金卡，去开心一下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！以后在我面前不准说我朋友坏话。我就是最欣赏你这个人，这么有骨气。不要碰我！你和他看雪看月亮，看了一整夜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我都没有和你看雪看月亮，也没和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二人转就这么难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陆家一时失手，打投了官员。不妨事，只恐娘子成手。官员休怪。你是诚心的，诚心倒好。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？打得这么好！官运倒好。明天台湾那档买卖，你不用去了。干完这次。就收手，万一我出了事，这边有你照顾吧。以后弟兄们由你来管。你讲不讲理呀、啊？我不要讲理，不要讲理。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理可以讲？我也不要包都不要快刀，不要看看，我不要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不要。你什么都不要，你还要不要我呢？我哪里还要得起你？哎呦我的妈！阿伟，阿伟已经死了，你挑的吗？偶像，段坤我吃定了，耶稣也留不住他，我说的，五年，五年。